这里是，我记得在摩天轮上，我向青石之律者发起了攻击，然后，瞧瞧你都做了什么？青石之律者，没必要这么防着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一点和你吵闹的心思都没有。牙医，你连不要在高空进行危险动作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吗？ 从高空坠落的体验，我这辈子都不想有第二次了。算了，就当是你比较心急吧。总之，现在我们抵达目的地了，你满意了吗？这里，就是那座被迷雾笼罩的小岛。没错。 同时也是终结一切疑问的地方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，对吧？可惜，如你所见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它早已成为我的囊中之物，而你想要寻找的答案，我可以确信，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这不可能，牙医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信任他了？这可不像你呀！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没怀疑过？那天他对你袒露的真相，其实依然有所保留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自然会去解开，但不会是现在，更不会是和你一起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探究他过去的机会。冒牌货！ 牙医，你知道你这句话真的让我有些伤心了吗？经过之前几场战斗，我还以为牙医已经学聪明了，永远不要挑战无法战胜的敌人，这才是生存的智慧，不是吗？是吗？可我记得，我们应该没有得出这个结论。青石之律者，你是否真如自己宣言的那样，无懈可击呢？ 唉，好吧，如果牙医一定要吃点苦头才肯学乖的话，我也只能进行一些爱的教育了。提前声明，命途为劫，这一次我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此身为主，应道途于至暗。 命途为劫，求万物于身见。此身为主，应道途于至暗。命途为劫。 求万物于身见，还是像之前那样分毫未必。此身为主，这样的桥段还要上演多少次呢？牙医，你还没有生厌吗？我都快要打哈欠了。是吗？那这样呢？ 哦，看来我的猜想没错。受青石影响，往事乐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了。只要掌握了技巧，在数据空间中破开一道裂痕，这样的事我也能做到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怎么，你好像很在意的样子？我一直很好奇，千劫到底做了什么？ 竟然能让你这样谨小慎微的蛰伏者也不得不改变计划，亲自下场。
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只有一种可能：那个男人只会采取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——暴力。既然乐土已经成为了你存在的媒介，那么他受到的破坏，自然也会转化为你受到的损伤，对吗？不，仅凭只言片语就能想到这么多吗？ 牙医，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更适合当理智类者呢。只要不断对乐土空间造成伤害，就能削弱我的力量。哎呀，一个人的车轮战吗？真是有趣的想法呢。只不过，这样的一击，要用10×10的力量吧。 牙医，你对自己的体力很有信心吗？谁会先因为精疲力尽而倒下？可不好说哦。作为乐土中唯一无法被侵蚀的存在，我能对你造成怎样的威胁，一清二楚。艾丽西亚失踪至今已有一段时间，可受到侵蚀的英杰却不过半数。以你那强烈的控制欲来看，这恐怕不是出于计划。 而是囿于实力。我不知道侵蚀一个坚定的灵魂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，或许是精力，或许是时间，但想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更何况，如今你选择化身为艾丽西亚的样子，对你而言，这应该是一把双刃剑吧？为了不脱离他的身份，你的行动会受到诸多限制。但即便如此， 为了死守型号666的主导权，你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你才会主动现身同我虚与委蛇。只有拖住我，一个比千劫更加危险的潜在威胁，你才有机会继续自己的计划。很合理的推测呢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啊，看来 我确实不该和你聊太多的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恐怕真的要把所有的底牌都递到牙医手上了。但，即便你发现了我再多的弱点，也无法阻止我对乐土的侵蚀。力量上的差距依然是无法弥补的，不是吗？也许吧，但至少此时此刻，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你并非全知全能， 也并非不可战胜，能证明这两点已经足够了。还没意识到吗？就在我们侃侃而谈的时候，刚才那一击的余波已经传向了乐土的每个角落。那两个在乐土中拥有特殊身份的人，不可能错过这个讯息。而现在，回应来了。 还好，我并未来迟，所以 我们重新来过吧，侵蚀之旅者。那么，鹰，你仍然愿意相信我吗？ 就像过去那样，就当作是我的请求，不要那么做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，艾丽西亚？你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只是有些担心，在乐土里，应该不会再有需要你使用敌罪欺雷的情形了吧？ 这里不会有背叛者的，艾丽西亚。我只是想要求证一件事，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抱歉，我现在还无法给出承诺。嗯，好啊，女孩子间的悄悄话，我当然很欢迎呀。那你想知道什么？是一位少女的事。 我想从你口中听到答案，你可能会回避，但绝不会说谎。也只有你会在这种局面下优先考虑
继续缄口不言，是否还对我公平？由于生前的经历，在记忆体中，我是认知缺失最多的那一个。好在大家能够互通有无，倒是没有什么不便，也很少出现误会。但只有一件事例外，一直以来，我总会陷入某种完全相同的梦境中。那里除了一片荒凉的虚空以外，就只有一位少女孤零零地坐着，满怀憎恨地哭泣。或许是因为记忆缺失的缘故，我始终无法想起她究竟是谁。每当我走到她的面前，就会猛然从梦中惊醒。这种梦境完全没有消失的迹象，反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，分明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据理我得知，林作为青石之律者遇害的那时期。什么？分明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林，你……我一直都知道。怎么会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从来没有说过。是这样吗，英？在大家出于善意对你保密的时候，你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吗？也不是所有人都出自善意吧。让我知晓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，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定论，但也有人只是不想让我感到悲伤而已，就像你。英，我令人感到意外，对吗？不，英，你从来不会让我感到意外。我只是不想看见你在面对那样痛苦的选择。是啊，多么痛苦的选择，我无法接受就此放下，可复仇同样也失去了意义。我还能向谁去复仇呢？向那些早在万年前就死去的凶手，还是同样已然谢世，只留下一缕记忆的阿波尼亚？伊甸总说，愿时光永驻此刻，可我才是那个最希望时间停下脚步的人。有些事理应戛然而止，才能将如今美好的刹那继续留存。一旦迈向未来，所有的事物都会被卷入混沌，并被推迟某种不可预知的结局。在我看来，崩坏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吧。从未有人真正犯下过错，却偏偏要失去一切。我并非特例。抱歉，我应该早点察觉的。艾丽西亚，不要露出那种歉疚的神情，是我选择向大家隐瞒的。林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他一直是我生命的全部，所以当我在机缘巧合下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时，我的确被憎恨占据了心智。之前我所说的那些都只是些毫无益处的道理。时至今日，即使我在理性上能够明白，但我的感性却依然拒绝接受。即便早已失去了复仇的对象，却仍要承受这种冲动的折磨。或许像千姐那样，向着一切复仇，我的痛苦才能有所稍减吧。可你没有那么做，所以你拜托维尔维修好它，其实是为了找回被封存的记忆。我想从中求得能让自己解脱的答案，但被戒律封印的，仅有我向同类挥剑时的记忆。我反而在这里，通过这台奇妙的打字机，
我看到了一些本应不属于自己的记忆，包括那一晚我同你告别时的经历。可惜我们应当早点动身的。艾丽西亚，如果我告诉你那是有所隐瞒的人，反而是我呢？在林被烛火之蛾带走之前，我原本是有机会带他离开的，但是林拒绝了我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？虽然在我眼中他还是一个孩子，但就事实而言却已经不再如此了。林也和其他人一样，是看着灾异丛生的世界长大的，他很快理解了自身的状况，甚至比烛火之蛾更担心自己的不确定性。虽然很害怕，但他相信烛火之蛾采取的措施并非毫无根据。资源被带走，不让其他人因自己而承担更大的风险，这是他所做的选择，并且他也相信梅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即使崩坏是如此不同情理的存在。我们人类同样能有机会控制自己，凭借责任，凭借怜悯。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孩子呢，那时候你不认同他的决定吗？是啊，所以才会有我们的那场告别，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吧。在寻回这段记忆的瞬间，我就意识到了，常常出现在我梦中的那个少女，她并非旁人，而正是我自己。我认为那种痛苦与憎恨是灵留在我心中的回声，但这是我的误解。正像我误以为自己始终在保护灵一样，在我决定违背他的初衷去解救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倒转。所以其实是他在保护我，无法离开对方的人是我，也因此我绝不能放任自己去复仇。一个像我这样的融合战士，一旦失去理性无法自主，唯一的结局就是成为与绿者别无二致的存在，而这也无异于让林曾经努力想要证明的一切蒙羞。我不能再一次令他失望。我毕竟是姐姐，总要当好榜样才对吧。英，你过去该有多么辛苦啊。所以艾丽西亚，我只想向你求证一件事，我想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结局。在决定违背灵的意愿之后，在生命的最后，我有没有重新做出正确的选择？那么英，你仍然愿意相信我吗？就像过去那样。你们都尽己所能，做到了最好。谢谢你愿意把这些事和我分享。我从没想过，你会像现在这样，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迹。也许，是因为你不能被简单的归类为别人吧，或者说，这也算是一种回敬。回敬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不，这不是梵语。其实我还向你们，向你隐瞒了另一件事。
因为夜叉的融合因子，我对气息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，而在乐土中，记忆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异能。在那些记忆纠缠不清的混沌领域，除了灵以外，我也捕捉到了你的结局。是很美丽的结局，对吧？我毕竟不是记忆的所有者，通过气息能够察觉的，也只有当事人们掺杂其中的细微情绪。所以，我相信，一定是很美丽的结局。先你一步离开这个世界，的确是我的遗憾。抱歉，这么说有些奇怪，忘了他吧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也能见证你的收梢，自己会不会变得截然不同？瞧你说的，我可不是那种乐于教化的人呀。正因为你们从未改变过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大家呀。的确如此，而且虽说是遗憾，但我真心希望那种情形永不发生才好。你说呢，艾丽西亚？艾丽西亚，等等，这是我逃出来了吗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千姐收到讯息了吗？不必惊慌，影是我。苏，我竟然沉睡了这么久，外面怎么样了？不容乐观。若不出所料，这一世代的青石之律者已在往事乐土降临了。怎会如此？娜娜，艾丽西亚呢？不明白了，苏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是千杰提供了线索，通过你传递的暗号，他曾到达过此处，但与我不同，他没有第二神之剑的助力，无法深入被冻结封锁的空间。此外，维尔威留下的讯息也指向了你的所在。维尔威？恐怕他如今也已罹难，但他留下了一道谜题，向我提问乐土中何处才是绝对安全之地。你的数据曾一度出现异常，却始终没有被进一步侵蚀，想必这不是律者有意为之。你认为我所在的这里就是绝对安全的地方？至少我们可以确信，这片由你创造的停滞空间的确能遏制侵蚀的蔓延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你的计划是将这里用作避难所吗？但我的剑技仅仅只能遏制侵蚀，无法根绝，否则我也不会是现在这副样子。苏，你在哪里？我看不见你。我就在此地，只是已不便现身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应该早就遭到了侵蚀。我置换了你我的部分数据，将构成我的一部分流转到了你的记忆体中。可是这么做的话，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我终究是一位医者，见你不救有违我的本性，而且时间紧迫，我也没有等候你自行醒来的余裕了。
比起我的一时安危，对现状而言，你能否自如行动更为重要。只有你具备困锁任何存在的能力，即便仅是刹那，也已足够。将它拿去吧，鹰。是千劫为你留存至今，现在归还，正应其时。我明白。那么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毕竟是维尔威的遗迹，他所留下的是一道三重谜题。同一个谜面，却有三种解答吗？我们方才得出的答案，只是其中的第一层，浅显，且非症结所在。而胜所以赢。现在我需要你去揭示谜题的第二种答案。为此，我们必须直面死亡。